你随你即撮出去，准备着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物件？那我要无勉强，这笔字只要能熟悉，配合武功笔记的刀枪，你就能领悟笔记武学了。笔记，这笔我已经记起来。要我在你被打败我之前，我不准你杀人，先前武术兼修之术，我便不追究，希望你以后不可再违背。了解，我记得。兼修来讲，一路上有些欢迎。你迎头是剑兄，一时了小兄，还路到剑修殷勤探问，原来有些知府民间困扰你了。为是困扰，只是欢喜。哦，怎样算是欢喜？知府民间再出来讲，联合了我七修，以及面向使用贵人的艺术家。由此可断定，知府民间确实不是你。这真相未深，我以为你一直拢是这样认为啊。我必须承认，有一瞬间闪过这个念头，所以今日前来，便是光速无酒来向好友赔罪了。好，我接受你的赔罪。我常常被知人当众，现在经由我七修之人告诫，再进入去不是办法。你说我该如何是好？听起来你的处境十分的危险，不如你就搬来村顶，以我当初吧。不用急，我的心存就如同你几个一样。不如随你喜爱飘渺于山峰之巅，我介意浮游于江海无边。咱这样就是所谓的人家傲山，地家傲水。我是人家吗？是。红炉点说之交，重温宽赦下罪记，因为你要到和中交者30天的转款机会。看来我要真伟大，来敬咱的大伟人。酒是好酒，又是好友，大日炮弹不醉不休，熬过大日炮弹不醉不休，如此气氛怎晓得了时行足够。剑落顶外高飘，几行行路迢迢，龙头头的鹰爪带天骄，扬起锣声舞飘飘，青松高，古琴停箫。Yeah.
让诸位救好了。丁局长，现在就为各位拍开展览会场。嗯，弟，走，等于熬走。嗯，哼哼，明天观文会可是真材实料，恁两个好好三观去。姑娘啊，我们今日当开始入场呢。哦，请，请。